弄清现场，殿下的赐言七杀有你不散，就在今晚。今夜的风儿唱，今夜的云儿断，一心分天涯芳草，何处不相逢，忘了我吧，只是一场梦。来来来，忘了我吧，只是一场梦。今天社长请一些老朋友吃饭，都认识40年以上的，最少都30年以上的，这也没办法啦，他们没有钱呐。社长一个月还赚点零用钱呢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一个比一个要苦哈哈，一个比一个要穷。Yeah.